有啥人物关系吗？我们，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，你在海边跟你的那个前女友和我的追求者，哎呀，好详细，再见。需要哥们儿是吧？要前女友吗？哇，咋的？四个人泼是吧？四个人一起泼，好不好？四个人一起泼。行。那怎么盯呢？互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队友之间也会泼啊。好，四个人玩互盯。我在干嘛？你是我的追求者。哦。然后，你俩现在处对象，然后他是我哥，啊、我从后边抱着他。哥，哥，是你吗？然后你就看我，然后他俩就开始看我俩。你干啥呢，哥？我你抱完你哥，完我误会了，我误会了，我以为你抱别的男人呢啊。你没误会，是一对儿。啊，那没事。演一个偷窥者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真高兴、啊！不要了，干什么呀？我发脾气了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就不会生气了。是你吗？哎，脸儿，你的水。我给你打水去了，你居然看，你居然背着我抱别人。可是你看清楚好不好，这是我哥哥。原来他是你哥哥。这回贾玲拿着，咱们谁互相这样看，谁眨眼了你就泼谁，好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咱都不眯眼睛。来接一句台词，恩熙。玩什么玩？影帝回来吧。我还在幻想我的爱情世界。王牌小剧场到此结束。